顾我。OK， 来好，高雄人吗？你喜欢萧煌仁多久了？都算好了，2008年7月8月，那就说两年的啊，将近两年的时间了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歌？你爱怎样就怎样。你爱怎样就怎样 ，OK 吗？这首歌你很喜欢。你等一下唱一首歌。没关系，你爱怎样就怎样。好，那就如同你歌名所讲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你想，你有什么圣诞愿望？对啊，你有什么圣诞愿望？机会难得哦。希望小红可以多常来高雄跑活动。就这样吗？就这样。这样而已吗？就这样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这样。这个也没有啊。你不要啊？要我就冲上去了。抱一下嘛，抱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请服用。来。抱一下，假结了是吧？哎，Merry Christmas！ 好啊，那第二位什么名字啊？李大皮。李大皮啊？这是本名吗？不是吗？他的艺名啊。你是高雄人，高雄人啊。好，那今天几点来这边排队啊？下午1点。你看看，一点就跑来，你看看，那也就是为了要等萧煌仁这样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歌？你猜，我有一首歌叫《母灾》。歌名啊，不是母灾，是那首歌名叫《母灾》。你母灾，你又加起来。好啦，那你有什么圣诞愿望呢？就3张大卖。要啊，如果你一个人可以买个5张的话，他就会大卖，好，一个人5张就大卖啦。然后用你的力量告诉亲朋好友，告诉你的同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怎么都越来越往后面站了，都往前一点，往前。那你有什么希望吗？有什么愿望？愿望，就保一个，保一个啊！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哦，好温暖的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就送给你们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啊？谢谢我们。谢谢我们赞助单位，我们星光人寿、星光银行啊！后悔了吧，大米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待会叫你的时候赶快举手哈！好啊，第三位，你感冒了吗？第三位，往前，美女往前，来，第三位美女。感冒几天了？有什么症状？没有鼻涕，没有。圆圆，因为你也感冒，我知道。我怕他传染给萧煌仁，所以你不要抱好了啦，你离他远一点。那亲一个好了啦，好吧？那亲一个更惨了吗？你有什么话想对萧煌仁说呢？就变胖一点。对。很难的。对啊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瘦？我们随便，我好像吸空气我就变胖了。我知道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哎，真的就是吃，因为对啊，昨天也吃很多，可是今天也没有胖。还是因为这个花很多心思在创作，所以就哎，你看就这么瘦。个人体质问题。也对了。好，那你虽然感冒，你还是想要也是可以抱一下吧？可以啊，因为我感冒才刚好。哦，OK， 那现在应该有免疫啊。好，那就谢谢。